安安你好，我是安安。店长，清明节到了，清明节的时候吃春卷吗？偶一季配莲雾这种特别的吃法，我每一年都会吃一次看看。屏东的龙饼糕上好吃。今年有最潮流的屏东春卷吃法。哦，有这个代志，那我当然一定要试看看哦。这个冲啥？这个冲底什么代志？不是要吃龙饼糕吗？先不给你吃，网友都说你是屏东的行销魔人，要让你靠触觉来猜猜看，春卷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？那都是屏东的好。好，安尼好，来摇看卖咧，来。啊，这倒也是春卷，骨骨哦，啊，还有鳍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先生，让你味觉也来体验一下。啊，原来是水果春卷啦，哦，这金蕉的春卷，嗯，酸酸甜甜，一路吃，这一定就是屏东的水果，这我上知影。有信心猜得到的话，你就大声的念出那样东西的名字，然后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好，等我想到了，我知。哦，这杂色这一定是往来，就是我排伫背包迄粒。目前正当季上好食金钻凤梨啊，这是我拄仔食的金蕉，哇，规皮的哦，这上好食，这爱果实哈。嗯，这跟咱老婆啦，哎，木瓜，耶，嘿嘿嘿嘿，还有，哎啊。莲雾啦，这条我拍的卡车片的啦，还有，够哦，这一定是蜜枣正当时啊，嗯，但最有刺，这不是红来，这是红龙果，当然啦，哦，跟脸一样大，屏东第一个挑战，恭喜店长完成挑战，那我们要来给你奖励。哇，那么的厉害！就是我们今年特地准备的屏东最梦幻的水果春卷。原来屏东的水果用新著名的米子包一包，都可以变成最好吃的春卷，一定要推荐给各位朋友。好吃、简单、没有负担，屏东最梦幻透明水果春卷，一定要来试看看哦！这个莲雾爱心都可以做成爱心，哇，这么漂亮的莲雾，这一定好吃，嗯，够健康、营养，赞。哇哦，这刚刚我进前打的面膜嘞，这个米子就是新著名的米子，这个好像是我的贴的面膜一样，我也要来做看看。